最近一款名为君悦英文的产品叫 Enamor。最近一款名为 Enamor 的产品证明了人类情感的本质，但其这款机器引发伦理争议。这款产品能减少人对情感焦虑，如何取代人类？今天对之前设计的自主系统做出了调整，希望这批 Elover 能有更好的效果。单独升级了小人的系统，我爱他。哎，来了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给你又升级了系统。难怪刚刚做饭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味觉和嗅觉都更灵敏了。今天工作忙吗？今天开了新品发布会，好像大家都很喜欢你，马路上也都是你的广告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刚刚出去买菜的时候还看到大屏幕上放着你的采访呢。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有你，感受到你的好。可是我只对你好。是是是，你只对我好。我今天买了水果，好甜，你快尝尝。嗯，真的好甜。哎呀，快来陪我看电影。今天想看什么？星际穿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的是最新最热的电子产品 Elover。 这款产品呢，我已经等了很久，期待了很久了。来，让我们来今天看看它到底怎么样。哇，它真的很漂亮啊，大家看，皮肤的手感也非常好，像真人一样。现在我来启动它看一看。你好，我是你的专属电子亲人，请先完成偏好设定，以便提供您更好的服务。这么厉害，那你猜猜我现在需要什么？我猜你一定想加件衣服吧，天气变凉了。厉害厉害，这款产品看来功能非常强大。接下来我会持续跟踪跟进和继续使用这款产品，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。喜欢这个视频呢的朋友们呢，记得给我一键三连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电子情人，请完成偏好设置，以便提供给您更优质的服务。设定完毕，欢迎使用。给我倒杯水。好的。你请用。嗯。再帮我切点水果。家里的水果不多了，需要我帮你买吗？好啊。
这天一向这么冷，让你多穿点就穿。谁能想到这么冷啊？你为什么私自走出去？经过我同意了吗？我不一定会跟的。现在，立刻给我回去！你知道打人是违法的吗？他妈算什么东西？敢管你爹我的闲事？这是我设计的产品。操！你他妈动什么动？有什么问题跟我律师联系。这种破烂东西，他妈给我老子都不要。喂，在忙吗？我现在发个定位给你，你过来把伊拉维带回实验室。我一直都知道，他创造了我，也记录着我们的每一天。但是，这些内容好像越来越和我没有关系了。他是通过我在怀念其他人吗？我们没有去看过夕阳，也没有去过游乐园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那个日记……哦，那个，可能是我记错了吧。可是，宝贝，你累了，我们该睡了。我要退货退款，连饭都做不好，废物。他不是我想要的。亲爱的，我们不是在谈恋爱吗？你怎么还留着他？哎，他呀，你不说我都忘记了。你快把他赶走吧，看他多碍眼啊。听见了吗？走吧。你想让我去哪里？你爱去哪去哪，反正别让他再看见了。啊，做饭了。嗯，今天吃什么？土豆丝和黄瓜片。土豆丝儿啊，哎，来吧。来吃饭，我尝尝。嗯，你这做的是什么？想毒死我吗？赶紧拿回去重做一份。对不起，我这就去。你这一天除了会说对不起还能干什么？倒霉催的，累了一天连口饭都吃不上。得了，别做了，你个废物。我和你说了多少遍了？他看书的时候会戴上眼镜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
没有水的时候，他会喊我天马。你也要像他一样。好的。你怎么还不换衣服？怎么了？没事，我看到了一些负面的评价。你永远都不会有错的，对吧？我是爱的付出者，你是爱的接收者，我们都渴望被爱，不平衡的爱是不会长久的。米饭做好了吗？我一会儿回来。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们是我制造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机器难道就只能是机器吗？干什么？我是江战啊！江战，我应该销毁你，还是应该为你创造人的所有情感，成为人类的一部分？我以为创造出和他一样的人就能填补岁月留下的裂痕，但终究他只是他。Thank you.